爸，爸，今天还出去吗？当然出去。你确定他会去吗？会去的，一定会去的。赶快准备一下，我们一起出发。好。等等。嗯。一会儿把这个带上。带雨衣干嘛？我听了天气预报，今天会有雷阵雨，但愿这场雨来得别太早。爸，穿雨衣你就不用化妆了。只要出门，还是化上的保险。非己之物，取之有哉？若想避祸，勿走财来。师爷，师爷，师爷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
爸，您醒醒，爸，爸，爸，爷爷。爸，爷爷，建海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爸，您刚才淋了雨，发高烧，昏倒在路边，是强生把你送医院的。强生，啊，好，老爷子好点了吗？嗯，这次幸亏有你啊。嗨，这一大清早，老爷子跑到山里面干嘛呀？家里人都还没起床呢，他就自己跑出去了。哦，年纪大了，这样挺危险的。嗯，看你浑身都湿透了，先回去换件衣服吧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强生，啊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有你在我身边。我心里踏实多了。哈，雪清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永远都是。哎，嗯，你开着芙蓉的车，他人呢？哈，他不跟我在一块儿，车是我借的。你准备到哪里去找？哈，我准备到周围的山里转一转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土样。哦，要是找不到合适的，记得回来找我。哼，好，走了。嗯，爸，您说那两行字，他看了吗？看到了。从他身体的反应可以判断出，他一定看到了。那您说他会信吗？心里有鬼的人最容易信鬼了。唉，爸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。我觉得苏雪清对许强生情有独钟。我对他的攻势已经够猛烈了，可是对于苏雪清来说，没有什么突破性进展。我觉得跟许强生有直接的关系。那就把他们两个人盯住了，还要想办法让苏家接着乱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们不能就这么看着段孝慈靠许强生发展起来吧？苏雪清、夏芙蓉，还有段孝慈。这三条线你都要把他们抓紧，只要有合适的机会，我们随时下手。